基隆两大风街盛事之一的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在9月16号展开，顶着炎热的天气，一群充满创意与行动力来自各社区的民众在文化中心前广场搭建梦想。今年我们就用基隆好运，然后结合友爱，因为今年我们听说有那个身障的朋友们、视障的朋友都会来，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就用好友爱跟好运这个角度。那好运它有一个谐音，就是一个运气的运嘛，也是好运。那我们顾名思义就是提倡每个人就是增产报国，所以今年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每一个都怀孕，好运报、好运鹰，还有好运漫波鱼，五大全新好运海洋吉祥物都在孕育雏形。嘉年华工作坊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中，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嘉年华的行列。海洋老鹰嘉年华主要推手蔡秋玲投入超过12年，号召社区一起参与，活络地方与在地连结。今年的主题围绕友爱城市，还特地打造了海豚专车，让视障朋友也能参与游行。我们鼓励他们走出这个他们的世界，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嘉年华游行。城市友爱好运到，我们是用这样的主题来呈现我们今年的嘉年华游行。来自巴厘岛的艺术家瓦样也参与多年，感受基隆海洋城市的魅力，邀请大家 Welcome to Eagle Carnival in Keelong。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工作坊一起参与制作，一起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